我周遭身边的人，我觉得都不会，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。我没有封闭啦，我就是可能十年之后，搞不好还会没有啦。我说可能啦。那我们右边先来哦，然后后面会穿，后面会穿，我们先躲到我们的背板后面。我周遭身边的人，我觉得都不会，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。啊！很多人会失望吧？对啊，没有人跟你有人吧？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还是你对女性已经失望了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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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没有。我没有封闭啦，我就是可能十年之后，搞不好还会没有啦。我说可能啦，你自己给自己敬爱就好。你要不要改一下时间？改一下，改一下。两年应该不是十年，反正就是有好消息会再跟。对啦，就是等我真的，我觉得我自己能怎么讲，自己的事业，然后自己的一些状态回到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为小孩负责，为其他另外一半负责，我觉得我就可以了。对，前妻一直传出好消息，你有祝福他吗？我有看到新闻。对啊，那就对啊，祝福他。祝福他。你有试训的时候跟他讲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对啊，但还是祝福啦，还是有啦，还是有，对啊，因为小孩都会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那他有关心你开球馆的一些新的工作情况？主要还是会以小跟小孩子互动啦，对啊，是。一天他试训多久啊？一天就可能就睡前那时候，对对，小孩子要睡觉。十分钟吗？时间不一定，对，就看当天。就是状况是怎么样？像学明星一样连三拜啊，你之后还会尝试吗？不好意思，比较迟。当运动员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！对啊，就是就算再输下去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哦，你是会接？如果他们有招的话，我就全力以赴。所以你没有倦情？倦情？倦怠吗？倦怠。应该说每一季都每一季的，就是一进去投入的那个心情，我觉得真的你要投入一季的，你就真的要把你全心去交给他们，然后甚至一起去成长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输赢当然很重要，但就是如果真的又有下一季的话，不行，我觉得一定要很认真，很认真，就是很全力，就把它讨回来这样。我们这边参加全明星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了、啊。不会，全明星跟恋爱巴士一样。对啊，还是这一点。